2024年佛诞节难得有一日公众假期，当然约埋好友同我哋一起去离岛玩啦。去边个离岛？冇错啦，就系南丫岛。我自己移居去美国之前就去过好几次啦，但老公同仔仔从来都未嚟过。藉着呢一次嘅机会，我哋一家大细肩驮住阿 B 坐船出发去南丫岛食好嘢。好啦，我哋开展南丫岛之旅啦。哇，都好多人啊！行得啦！Hello， 出发！今次我哋去边度？南丫岛，好嘢 ！Go go go！原先我哋咧谂住系去长洲嘅，但系咧我哋发觉咧世事不妙，咁咧就转嚟去呢个南丫岛。咁呢个南丫岛咧，我咧其实已经好耐未嚟过啦，咁亦都系咧老公第一次嚟，系咪啊？系。有咩感觉啊？而家见到？系啊，咁呢度就相对地冇咁多人，同埋嗰个船程比较快咯，都系30分钟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咧试下兜一个圈。順便咧同阿 friend 行下，因為實在太耐冇嚟過啦。係，你有咩介紹咧？請問？我哋是隨心隨心的南丫島之旅，是的。我們原先想著去長洲的，是的，但是看不對路了，人山人海。呢度就是涼茶鋪啦，美國咧就好少買到涼茶嘅，有呢個銀吉露、洛神花、二米露五花茶、酸梅湯。好，老公你想嗌咩啊？25號啊，邊個？25號。嚇？咩事？25蚊就係嗰個係。嗌咗啲咩咧？嗌咗花生醬雪糕，因為我花生醬好味。哦，佢除咗呢只味就冇其他味啦。薰衣草味。哇、哦。OK， 幾多錢啊？48。48。OK， 都 OK 嘅，好食啊嚇。好食嘅，濃味嘅。濃味，好，我哋翻轉頭先再試。好。呢、這個忍唔住口啦已經。好，出發，我哋去邊度？前面繼續行。好。哇！呢、這個真的很久冇見啦，喂，大佬，5蚊啊，吹波波。我哋終於咧行到呢個阿婆豆腐花啦！啊，呢間豆腐花係好好食噶，唉，咁多年都屹立不倒啊！
咁大聲。嗰度有燒賣、腸仔、魚蛋、冰凍豆腐、花食。喂，唔好咬紙啊！我哋食燒賣好唔好？嗯是啊是啊，我哋嗌咗个冰冻豆腐花、鱼蛋、烧卖，仲有猪皮同埋肠仔嚟。仲有猪皮啊？哦，好啦，食嘢啦，我哋几钱啊？我哋买咗都系80-100蚊嘅。哦 ，OK， 开餐啦！天兴阿婆豆腐花。呢度最有特色嘅系豆腐芝士蛋糕，除咗豆腐芝士蛋糕之外，佢仲有售卖其他甜品啊、咖啡啊同埋雪糕嘅。天气热嘅时候，大家不妨嚟到呢个咖啡食件 cake， 饮下咖啡，享受下南丫岛风土人情之外，仲可以感受到老板娘亲手整嘅蛋糕添。听讲佢有计划要搬走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不妨可以 follow 佢 IG， 留意佢最新动态啊！偷笑，呜！我呢个食物西瓜。看看先，我哋要准备回程啦。沿途经过李宝记，佢系主打售卖招牌熟虾膏、极品 XO 酱同埋虾米辣椒油，80%系香港原居民制造嘅，并标榜住冇任何防腐剂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不妨买一两张翻去试下。好热好攰啊！咁你觉得唔去长洲啱唔啱啊？呢个决定？我未去过长洲，所以冇得 compare 啊。咁你中唔中意南丫岛啊？我个个岛都中意。安定晒你喎，咁好点真系啊！